抹干料吧。哦，被变了，卡萨丁被抹干了。继续玩狗，瑟雷西，狗狗，汪汪。我已经好像没什么角色可以选了。对啊，这把我好像没角色可以选了，我看一下。我刚才被 ban， 猫咪被 ban， 纳蒂乌斯，我一定得拿一个这个啊。我刚才被 ban， 我还能拿什么？巴德，巴德组合好像也不好，有悟空，有牙素。拿什么？我想一下，好像也没能拿什么、欸。塔利克哦，塔利克可以吧？但我觉得这个组合瑟雷西好一点，老实讲。好那么一点点，不过我带错了，我应该带虚弱的 ，fuck， 啊西，没有，刚开局打野就也是劣势了、啊，打野不知道突然有一个想法去撞对面红，然后去了人家红 buff， 发现红没了，他就落后了。落后以后，他好像在刷我们家石像吧？刷完以后，刷对方家石像，刷完以后，好像这时候中路就被单杀了。时间轴应该这样吧？噔噔。嗯，感觉起来是来不及帮什么了，老实讲。不过他如果去自己家红，撞到李欣，搞不好结果就不一样了嘛。死的可能会先是死哥嘛，或对面李欣嘛。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对吧？死的人可能不同了。刚刚不是说狗才玩瑟雷西吗？你现在看到狗在开台啦、啊。你有看到狗在开台了吗？汪汪！这边如果他妈侧面被勾到一个 AD， 真的是要爆了。啊西！这 AD 是。就玩只玩打瑞文的吧，每次遇到他都打瑞文，这下路就正常对就好了，带虚弱会更稳一点，对面也带虚弱，哎呦吓死我，我以为他妈那边怎么会有东西，这个正面碰应该没问题，如果他们蹲点的话，对，没事，没碰之后。那他们骑我们家来，不要小心。丢吃兵，那第五是没有碰。哎呦，凯特琳好凶啊！那里是完全不碰兵哎，很奇怪。靠腰、啊！哎呦，靠腰啊！完了，来了，
你再见。哎，洗吧，我烂了。啊，这个头不用送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烂。妈，这是狗在玩瑟雷西耶。凯特里没闪，给他四等了。我现在就是一个废物。放一下中路，到这边。我操，有想法哎、欸！雷克萨应该刷上半了，好像不能太常玩灯笼怪，真的会出事。先回啦，大家也在中，还没回补。我刚上一把玩什么、啊？我有点忘了。难怪我他妈的一不用改智能。可以抓他一个 Q 吃兵的机会吧。哎呀，走太慢。阿比，我刚得先脚闪，怕被那个江狗闪停。江狗，哎，我真打普攻，好像猴子有点浮夸，猴子有点浮夸，很气。虽然不知道在气什么，不会啦，刚刚那 AD 已经想要去换了，那个蛮正常的啦，那个就
不大可能留魔放灯笼了。他换得很好啊，对达瑞文来讲，他能换头消耗他那个偶像大师，不是偶像大师干那个偶像层数蛮好的、啊。偶像大师，那个层数叫什么啊？我忘了。哦，那个层数叫偶像大师是不是？那我没讲错啊，干！哦，瑞文联盟哦，还德莱联盟。谢谢 The Shore 的订阅，感谢。那第五是抽筋的 bug， 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他现在还在抽筋吗？那要看医生呢、欸。但那第五是看起来不是 main support。像是比较像是补位，踩这个有点白了，我那个打野应该是不想再来了。还好吧，这样的话我玩这只应该不算是狗了吧。下路是你最软的那一块，点掉点掉，我就知道有英文。你看我们这波多赚，猴子直接开大吃兵，就是要撞第二下，我不管啦，反正卡扎丁出冰心。可爱的吗？可怜呐！
他想狙击我。擦香。主播什么时候接工伤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这鬼没魔啊！他们要投了啦，那个这把打成这样还不投。干！水，怎么会先下那个啊？哦，靠腰这边有眼，林老师。想说怎么可能会先下陷阱，不先走路？打个撸回来，队长怎么变狗啦？我本来就是狗，汪汪。可怜呐！不过瑟雷斯应该还是比卡玛好了，卡玛真的他妈是狗在玩的。怎么会有人想玩卡玛啊？那卡特已经把自己玩到没魔，他要被瑞文打死了。上路四个，一个两个，狙击挡掉 ，double kill， 发狂似的找英文，发狂似的找英文，嗯，不要被反杀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对吧？三个人，三个人，三打二。来咯，瑞文准备咯，三打二哦。来咯，三打二哦。四打二咯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凯特琳还没活。嗯，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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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继续。来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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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他们不跟我打、啊，我很想跟他们打的。
拒绝。九点四十二，还可以再打几把。喂，你需要有人帮你浇花吗？聊天室的有人可以帮忙浇花吗？谢谢。你有那个了吗？哪个？好的，是真的衣服还是游戏里的衣服？因为没有他理我的意思。谢谢秋野的订阅，还以为老板又